新开发的圆形防丢器终于上线了，每个都有单独包装，配有说明书，还有吸树加固保护。机身只有7克重，直径38毫米。长按开机，打开手机蓝牙，打开 APP，点击连接，打开设置，可以修改名称，点击蓝牙断开报警，也可以选择铃声。这个小东西是通过蓝牙连接实现防丢功能，让我们拿到外面试试吧。打开 APP 定位，我把包包丢在了这里，点击报警，挂在包包上的防丢器就会自动报警。找一个看起来不错的场景，双击一下就可以远距离自拍啦。多种颜色，挑自己喜欢的吧。薄度只有5毫米，想放哪里就放哪里。